美玲，做乜唔开心啊？唉，我嘅普通话测验又唔合格啦，都唔知点解。我以前啲普通话都好差噶，不过依家就好咗好多。点解嘅？因为我依家同嘉明同埋小月拍紧一套短片，系教人讲普通话噶，喺搵资料嘅过程当中。咦，你们两个在忙什么呢？老师，我们正在找一些有关普通话儿化问的资料。是儿化韵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儿化韵。哦，你们为什么对儿化韵那么感兴趣呢？因为我们正在准备拍一部有关普通话的录像片，所以。哦，你们是跟伟杰、小鱼他们一起的吗？对呀，还有佳明呢。哦，你是居老师。不对，我是朱老师，不是居老师。对不起，朱老师。没关系啊。我都学到咗好多嘢，原来普通话唔系咁难学噶咋。哦，系噶。其实学习普通话咧都有一啲规律可以掌握噶，而且仲可以好有趣添。咁不如我帮你约嘉明同埋小鱼，等佢哋帮下你啊。好啊，唔该晒你啊。咁如果佢哋得闲嘅话咧，咁就听日放学之后我哋一齐温习啦。啱啱嚟啫嘛，本来都唔会咁迟嘅。不过啱啱咧，我哋行过小卖部，遇到阿芳姐，佢捉住咗小鱼，问咗啲普通话嘅问题，所以咪坐咗一阵咯。对啊，芳姐真的很好学，我也很佩服她呢。系啊，佢头先问嘅问题都几有意思噶。咩问题啊？过嚟听下。好啊。佢头先问小鱼咧，点解你好喺普通话入边就读你好，但系有时咧就读您好喎。是啊，点解你的发音会不同嘅？对啊，普通话里面你和您都是你的意思，但是您就多了一份尊敬，所以我们对老人家、长辈、领导或者是初次见面的人都会用您，这样才有礼貌呢。咁嗰次我见到朱老师应该讲您好，系咪啊？对啊，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礼貌和教养啊。普通话又真系几有趣噶喎。嘉明啦，吴主任叫佢帮手整壁布，话佢够高喎。美玲，你还想不想多听一些例子啊？好啊，特别系读物啊，我经常都听唔清楚老师读嗰个系咩字。那举个例子来听听吧。就好似呢块黄叶咁，黄叶嘅黄字明明系同沙漠黄嘅黄字系同一个音噶，但系原来佢哋嘅普通话发音系唔同噶。对啊，在普通话里面，黄跟王的发音是不同的。黄的声母是 h， 王的声母是 u。系啊，我之前喺图书馆借咗本书，入面都有讲到呢个问题噶。啊，好似我书包度有啊，等搵俾你哋睇啊。搵到啦，你哋睇下呢度讲，原来一啲广东话声母系 u 嘅字咧，普通话声母就会变做 h 噶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以为将广东话读咩少少就系普通话嘅话，咁就会读错噶啦。小鱼啊，咁不如我哋读啲例子俾阿美玲听下。我读广东话，你就读普通话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关怀，关怀，关怀，活泼，活泼，活泼，回答，回答，回答，交换，交换，交换。其实仲有好多例子噶。不如我借本书俾你翻屋企慢慢睇啊。好啊。咪住，等我抄低佢先，可能啲内容可以加到个剧本度咧。好啊。咦？喂，紫皮，你本书今日到期咯，你仲话要借俾美玲，有冇搞错噶？今日几号啊？八号啦。吓，咁快八号噶啦？弊啦，图书馆就闩门啦。咁我去还书先啦。你哋慢慢温习啦，唔使等我啦，拜拜。我哋会睇住美玲噶啦。关怀，关怀。回答，回答。
仲有交換、交換。美玲，你还想不想多听一些例子啊？好啊。其实除了刚才说的关怀、活泼、回答，还有不少常见的例子呢。哦，讲来听下。比如说和平的和，横行的横，混乱的混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再重复一遍。和平的和，横行的横，混乱的混。哦，小雨啊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！我今日又学多咗好多嘢啦。嗯，那就好啦。不过一定要记住，学习语言还是要多看、多听、多讲，才可以学得好。嗯，知噶啦。喂，今日食饭啦。哦，嚟紧啦。